那你随便考他一个。哎，没有，我没有到每题都。性别，讲出来了。你走啊，看，然后讲出来。那现在就是统一变 B 啊，现在我也要去写，因为红那个红树林的渔人码头淡水那边也有争议。一个很重要的女巫的故事的起点。以前啊，北投这个名字的真正的原因的话，是来自于八岛，在讲那个平埔族的族语，在讲是女巫的意思，因为这个地方会冒烟，所以原住民不敢进来。以讹传讹，大家就真的觉得这里面有人的做法。就如果你是古代人的时候，你看到这边一直在冒烟，你一定会觉得有问题。但日本人来的时候，日本人就看到冒烟就知道这里肯定有温泉，日本就赶快现在做开发了，所以你才会有今天的温泉带。他是北投的居民，以前是地理老师还是历史老师带着学生，国小跟国中的学生一起来打扫，把它整理起来，先开放一部分，再开放一部分，再开放一部分。之后后面他引起了很多人进来的时候，政府才就说变。对，我们等一下再去看大鱼池，大鱼池很漂亮哦，而且会告诉你们，让你们认识北投石的故事。好，也就是我爷爷以前刷地板的地方。这个石头我觉得它有很好笑的故事，就是北投石很独特、啊，然后之后日本天皇就想要搬北投石回去，但是呢之后才被化验出来，就北投石有非常高的历史。Yo, what you got in that bag? Candy cigarettes and a Playboy mag. Many used to have to work for that. Wait for me, gotta dial up. Can't call my landlord. 你真的很厉害。是不是？纯粹广东人真的很热爱北方，包含在这里办喜酒，他玩贡献刷这个台。可以借我拍一张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现在会有一个更爽、更凉的地方，让大家可以泡脚、吃冰、吃甜甜圈。就是里面这么软绵的，就是阿公阿嬷的手，就是太一般的、过度一般的甜圈圈。对，跟那种打趴现在过于精致的甜圈圈。真的，它很一般，而且它。来来，就这条，真的都是走啊！不过我们今天还带他来走走看。前面那段都没走过啊。全程。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，会有不一样的味道。哦。它是变化变化馆，因为这边其实是卖给学生的。在北投其实这间比想必有名，只要在想必的话，就是老一辈的招牌好吃，但味道就比较不会像想必这么。哎呀，真撞了。我觉得他比较清爽。对。我靠！哈哈哈哈哈！我跟你讲，你这边订阅完的话，至少可以多30人。那甜甜圈举手。我。1、2、3、4、5、7。你也要？我也要。它有几块啊？便宜。好便宜。找到卖个15或20，卖这么多，哇！不能大方，我请客。那要不要请那个工人吃一个？北投人这么友善，我们要展现我们的友善。那再给他一个。哎，什么那个？他这个。我那里买耶。你看你刚刚有举手。谢谢。我们阿嬷都跑得比你快，离别了刚刚那个找不到一点空位的泡脚石。我们现在旅客带我们来到一家商店免费的泡脚石，他说这里比较没人，但他好像有开的时间，对不对？然后陈旅客跟我们说快到了，然后到现在没到。那我告诉我的脾气快到了。不会吧？泡脚石整修啊。真的啦，真的假的，先拍成你身上比赛。
没关系，我们到前面刚刚那个公园吃甜甜圈，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好吗 ？OK 啊，好的。是不是凉的、啊？哎、欸，如何好吃吗？好吃啊，真的是那种很古老的那种，然后超软，超软的。嗯，它里面是比较松一点。糖是那种糖霜，不会太甜的那种。糖粉就是不是那种颗粒的砂糖。刚想要问一下，你们怎么没有变名？哦，为什么这样？我们是旅游团，我们是旅行团，我们是旅行团。哪里来的？北投旅行团。孩子。哎，怎么听鬼哈？陈尼克的旅行团。陈尼克。对。我就住对面啊，那个，哎、欸，那就你现在看到那一栋啊，那那边有阳光那一栋、啊，整栋都你的，整栋都你的，没有啦，那叫偷老，欢迎你们来玩，我在这边住了十年了啦，喜不喜欢？我喜欢，我对啊，对我很喜欢，我本来住市区嘞、欸。本来是市区哪里？我在市区，我住在仁爱路四段那里。仁爱路四段，哇，好雅郎哎，像吗？不像的。还有我们来旅游，顺便拍 YouTube。拍 YouTube 啊？对啊，你看我们在录影。还有我们会，你会出现在我们的 YouTube 上面。我們真的吗？对，真的啊。你所说的都会成为成长。北投人很容易跟人家掏心掏肺，你不用。完全不需要套话，也不需要跟他聊什么，你只是跟他打个招呼，他就会把身家都跟你说。这个，对对对对对，有二十张。那现在留个名片，我再给你寄两个。导览，早上我是先带他们去看，本来这个的旧址被放在那个铁路局那里。这个车厢是去什么？高雄，高雄，那等你过后带过来。只有高雄能整理啊、哦！高雄有机场，它有个机场，它有铁路局的机场在那边。好，它有铁路局机场，所以他们整理好就。难怪要花这么多钱。他把它再用那个四十尺的后面再载过来。妹妹，你拍，看上面写的 New K 口，你们看到它拼音是 P， 以前北投的拼音是 P， 现在才全面改成 P。今天真的蛮配的。我还想说你们的片你会打成什么样？北投超费资金。以前的窗景的，真的哎，他说提供情境拍照哎，有吗？还有那个，有那个电视哎，哎，真的耶，有电视，哎，我不服哎，真的，我们要这样，真的哎，可，你们觉得不够冰，然后糖水需要加都 OK 哈，好的，谢谢，我觉得它分量超级多哎。蛮不甜的，我觉得。但它的豆花不好吃。它豆花是传统的，它写传统之最豆花，对，近乎科技。对。我也去玩了。是我们今天走的路线。对。你就是走了一个 M。赶快给阿云看，他今天挑战自我走了多少路。快十公里吧。我们走了快十公里。很远呢，你有事吗？北投下一集不会有下一集了，因为没有人要来报名。我觉得蛮轻松的啊。哎，我觉得我们是要想定健康，就是要有吃，也要有力。我们想要健康，大家不想吃什么？今天回去大家不会写自己吗？大家刚刚从早上非常多话，然后刚刚沿路中间有一段时间大家没有想要讲，那现在可以好好坐下来，大家才开始恢复的很多话。哎、欸，讲一下今天的心得吧，快点，悠悠你先。今天重新认识了北投，对，北投很好玩，北投不能输。北投很好玩，北投人超热情。然后嘞，好热情。今天跟阿宇聊一整天的游戏。对啊，没想到你们也这么宅。阿宇今天做了大突破，他人生没有走过第一次十 K 这么多公里。可是十公里，我觉得没有感觉到说就是我们想走的。这边两个都失业，怎么了？这旅行团是有点不太吉利。北投失业励志旅行团，我要帮助在这波疫情中失业的朋友们重新站出来，带给他们美好的希望。我想失业。我真的非常开心跟感谢大家来参加那个北投旅行团，就是完成了我多年来的愿望跟梦想。感觉有人想要加入我们旅行团，然后陈尼克也在宣传，我们是陈尼克旅行。
不然我们这样子好，就是如果希望开陈尼克专区的，请在下方留言。你到哪？你要随便直接拉走留言，他们不会留言，不用留言。那陈尼克还可以去很多地方哦，不止在北。今天真的很像，就是一群朋友来出去玩，真的。